点能用啊。我们没有福星之前先赢，喂，没有福星之前我们先赢。不看同行硬玩夜游，别扯那乱七八糟的，行不行？别扯那乱七八糟的，没有就是没有。没有，明不明白？没有就是没有，别老在那儿。哎呀，你地满了！哎呀，全是同行。那干啥？他们能玩，我不能玩啊？凭啥呀？咱这概率运气都五五开的，干啥？他们能玩，我不能玩啊？凭啥他们人多，我不能玩啊？干啥不能玩啊？总有一个人要地吧？那个人可能是他，也可能是我，凭什么我不能玩呢？来一个腰带，谢谢暖木温暖木城。汤姆来了啊，汤姆，想想啊。俩魔抗，天神猴，天神猴可以要啊。攒攒钱，我想想怎么攒钱。两块、四块、六块、七块，赢了八块，不行。先攒攒钱。谢谢名言巨巨。我盖伦啥也没用就死了。塔姆不要，喂。怎么才能把这钱给他攒一攒？我看看啊，两块、四块、六块、七八、九、十，这波没赢了，其实有点伤，你知道吧？他这积木天选有点膈应，伤了，这波伤了，这波没有打到连胜，比较的伤。但是万事总不会这个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啊。我上俩斗士吧，虽然我们这样没有啥虚区。
铲子能变福星吗？那肯定不能变，那能变不起飞了吗？这福星是福星啊，你着啥急呢？那没有福星，我十块钱我递他呀，我不玩了，一会儿啊，我就十块钱开递啊。我感觉这猴要五杀了，我操！我服了，最后一个冰碴子把我查死了，属实是牛批呀！眼泪。一人一件装备，我们雨露均沾。三级半天神重装加斗士，别跟我输啊！给我赢，听见没有？给我赢！好，这波猴应该是无敌了。猴应该是无敌了，给个安妮儿、卡特啥的。哎呀，这家伙！福星呢？不要猴子天选猴哥，这是打工的。这你不能说福星没来之前就夸夸无限输，那他妈的那都一会儿都死了都。直接输死那不行，那死的太快了呢，那肯定是不行的，这样式肯定不行。我们得在福星没来之前先给他赢，你知道吧？剑姬简直打职业挡我技能。哦，塔姆，我以为塔姆能赢呢。猴子天选就不会出其他天选了，我知道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我都打到黄金了，我还能这点事儿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兄弟，你想想，我这点事儿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这就不用你操心了，别给我出魔抗就行。
我来点别的。腰带也行，可以接受。黄图，复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。这怎么办呀？这他妈的，这没有福星啊，这咋整啊？这就一个，这其他这五个英雄一个也不来，这也是这一点我是没想到的啊、哦！这一点我是没想到的，这有点给我出难题了。我弟了，我经济不好啊！我弟了，我弟不合适，我弟一些没用的牌，我一会儿得卖了的牌不好用啊。那一会儿咱就玩不了了的。没有上期直接找绿文也可以，但是吧，先给他上一手啊。这谁？喂？摁一下就给我撂了。你小子，你等着啊，我看你什么啊。猴子卖了，下边再卖。等到六级的085 18，嗯，哎，为什么会有85 185这种电话呀？零开头85的电话，诈骗的，我也想接接这些诈骗的，我也想接接这些诈骗电话。他问我：“喂，你好，您是那个啥啥啥的号主吗？您是谁呀？谁谁谁？啊，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个，有一笔你的什么网络账单咋咋地的，什么银行卡贷款？”我说：“啊，是我，没错，是我贷的，没接着过，挺难受。”这绿文没有人要，可算给个小福星了，可不容易呀、啊！这
是是是，福星应该是没有用了，我们福星没用了，我们直接上期找瑞文吧，已经没有用了，这福星用不上了，现在再要福星这就已经拉了，我需要这个再把这个阵容进化一下啊，我明白了，怎么进化一下呢，就是在你前期没有福星的情况下，这个阵容他前期这个拿福星吃钱他是吃不了的啊，这个是我没想到的，草率了兄弟们，这应该是草率了，草率了，简直是有点草率了。这就叫天虎啊，这就这样，就这就叫天虎啊，这顶多算个屁虎，什么叫天虎，一会儿天选刀锋，这叫天虎，这个麦升级上凯南后排落座，大棒，又一个腰带呀，重装射装泥不好用啊，刷新狼人不要，瑞文拿下，刷新俩腰子先给他拿着，刷新神射手一二三，神射手进，拿下凯南，好，来一枪，再来一枪，一个蜘蛛你还打不过吗，漂亮，腰子撇了啊，腰子已经没有用了，又来一个腰子，这个撇这个撇这个撇，上这个上这个上这个，我们还需要个蛇女，漂亮，青云给他，蓝 buff 给你，狂徒龙爪，再递一球，没有拉倒，就占地儿，四个够用，下回我们把这凯南下了呀，还需要个神射手啊，上个吉姆吧，哎，金克斯也行，刚才金克斯不卖好了，
给进拿点装备。正在觅食，拿点巨沙什么的。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就这样呗，四神射四夜游，嗯，然后把这个换成金克斯，完事我们升级上个老头，就这地儿呗。再来一发。哎呦我操，这枪没打出来，刚才那枪没打出来，那枪打出来了 这刀锋都死了，最后一发没打出来。为啥不是我先出去啊？ Fuck you 啊。来个大剑。你这个瑞文的装备不对，一会儿被吊锤。这瑞文装备没毛病啊，瑞文啥装备都狠，这就是个狠角，这英雄不啥装备都狠呢、啊、换个位置，他不用非得说冒着水银蓝 buff 啥的，就出点右装也狠，就这么跟你说吧，他只要能升到三星他就是无敌的，他就是无敌的。就一个蓝 buff 就够了，就能一直放技能就行，那前期他也得有三呢，这都不来那也没办法。其实我该递一递，但我又怕我的经济崩了，你知道吧，我这一个蛇女一个剑魔的，其实应该递一递的。不过还行，他们的瑞文也不是很多，我们赶紧上去递一递。这种对了就应该递一递了，其实对住了就应该递一手。输了再递，那输了吧，这回输了，打完机吧，打完机我们递一手，把它递到二就行，不用递到三，我不要三星，你就给我递到二就行，那金克斯吃手控制就完事，或者是积木，要不然上积木吧，积木自己还能给个字盲。还能多打点虚区，金克斯就是上去送。
又给铲着，不会吧？那我们可以六夜游。哎，这鸡先拿着吧，回回都有这鸡，不拿白不拿。我会让你死得很痛苦。没有东西啊，这也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这都遁入了。你看他的瑞文呗，他也没啥装备，但是呢，他为啥能一直放技能啊？因为被打了吗？他打一年，我操！还是我的比较猛，我的蓝 buff 的比较猛，给点瑞文啥的吧，这行不行？蛇女儿，点了。老头儿，老头儿能上不？老头儿上不去啊，老头儿。老头儿看来就上不了了，这。这玩意儿合的都没用，都不知道给谁，上蛇女儿吧。这样吧。我有阴血剑，傻了吧？老头换剑魔，哎呀，我操，你真是是人才呀！我一个前排不要呗，我老头换剑魔，我老头先放着吧。主力的虚区还行，这把进两星了。该睡觉了。这把瑞文不是那么特别的重要，不是特别重要。这把我们主力的虚区是进。法师、老头、泰坦、瑞文，瑞文可以要啊，现在不行拿英雄吧，赶紧给拿一个，这为什么你的三星进打不过三星瑞文？那肯定打不过呀。闲聊时间已经结束。那能是一个等级的英雄吗？四费最强英雄瑞文，还有蛇女，蛇女也猛，蛇女一个瞪，直接给你瞪死。蛇女直接瞪死你，直接一个瞪。把你人给瞪没，擦擦我的摄像头。
狼人，狼人打不过瑞文，狼人不行。冈金克斯打的蓄区也挺高的，哎，把这个放后边吧，这蛇女儿啊。蛇女儿放后边，维恩，维恩拿着辟邪呀、啊，当吉祥物啊。对，那俩瑞文自己打，我们这近呢，就搁后边打虚区。你俩打啊，你俩打，你俩别带着我那个，别带着我那近打啊，你俩就自己打就行。对对对对，你俩自己打。法爆，法爆金克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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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克斯。夜幽转为什么给进？加法强啊！第四发伤害会造成1200%的伤害，总伤害2520，没毛病吧？这还能升上去了不？要有梦想。嗯，要有梦想，给蛇女儿啊。蛇女儿，蛇女儿给我放前面。试试你的战斗力如何？给我瞪他们！漂亮，好蛇女儿，直接给你瞪死！蛇女儿有夜幽 buff。只要蛇女能放出点技能就行，把剑魔放中间，瑞文放第二排，我们是升还是地？你们觉得我们地可能不一定能地出来啥玩意儿了，但是升上老头一定是有那个有提升的。漂亮，老不是老头啊，蛇女儿，就三星小法师九折水平啊，这么去世。我们生吧，我们还是生会好一点。升，叫大蛇，
大蛇也升三了也猛啊，但没这命啊。来打死我的蛇女儿，来打死我的蛇女儿，给我等。蛇女儿死了，没事，我就死了。哎呦我操，这一枪别打我近呐。你们说这瑞文能不能一打二？我有龙爪，狐狸还没有那啥。把狐狸杀了，你俩没事，我们耗死他，你就别被这锤石杀了就行。对，我们把他给耗死，我们耗死他。还剩一个啊，拿老头。他没有血，我要生了，老弟。剑魔，剑魔，剑魔，嗨呀！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你这么放啊？那看来我的这个大蛇得再往左边放点了。我这大蛇，我这大蛇，哎呀，看看到底是他的蛇先蹬还是我的蛇先蹬。完了，他蛇先蹬出来了。你这蛇也太垃圾了，蹬不过别人啊。这这他妈得不拉没人拉近，我都佛了。这还好吧，这是瑞文是给力呀、啊、这是。我的蛇蹬不过他的蛇呀，他黄鸡出来了。我这个位置稍微调一调吧。维恩，维恩去右边吧，维恩去右边。老头进站中间。这回我的蛇被集火了，给我蹬。拿下！拿下！虽然我们这一把他的福星没有成功，但是我们七营口的一波大地展现了自己的实力。